三句话：完整人生就是完整经历，完整经历就是完整人性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练成，走到哪里都是欲望；一个人没有练成，走到哪里都是毁灭。如果不经历，你一生没有开始，他怎么练成了？练成的唯一的通道就是经历。去经历有两种下场，第一种下场直接毁灭，被红尘所消化；还有一种消化红尘，在红尘中觉醒。玄机在于必须要去经历，而且必须持续不断的经历。你是主动去经历还是被动去经历？所以必须要主动去朝前走一步，设计什么都不如设计经历。改命就是改经历。